他这个密码才刚弄好呀。你过去看，你在旁边，我播不出来。一会儿我带你去捡垃圾。刚才老西送我六指甲加粉色 M 四，你快去看行不行？我有，他们都送我了，你去看行不行？只要一听这首歌就青春了。だろうか何故だろうか、ああ
雨の止むまさにその切れ窓道の出発点出典のこの命果てる場所何かがあるっていつも言い張っていた分からないけど、どんまいなの？ゴロゴロ、おジュースいりませんか？ピーマン汁、小松菜汁、ほうれん草汁。ねえねえ、朝ごはんの時間だ。うち大車役やりたい！新幹線ごっこ！お、やれやれ。ねえねえ、できた！問題集できた！あーい、うちも食べる！休むんじゃーい！我这个歌单是热韩歌单，有好多得开 VPN 才。这个是 CN1 训练赛的第二把沙漠，然后航线呢是从这个无花果镇啊，一直到这个火车站。车点就跳了一个，跳了一对 HYP， 他们应该是想去监狱的。
对吧？对，这一队是想去监狱的，两个在这个镇，两个往前面走监狱，然后六号队是跳这个滨海小镇。卡了吗？这个好了。然后六号队是跳这个滨海小镇，然后新山城是撞点的。这个 4B 哦 4K 和这个 RGE 是撞点的，然后 4K 选择站高点，然后 RGE 才落人啊！哎，直接打倒一个 RGE， 哎，落点上了，直接被他收掉了，哼，可能他落慢了，没跟上。然后啊，这边还在打十二队，十二号队伍只有放倒 RGE 一个人了，他们应该会选择忙了，因为又倒了一个，救不了了，这个位置是救不了，直接是死了。然后现在是 RGE 只剩两个人了，然后 4K 选择忙他二猛一嘛，直接就猛了，打了个机关枪，但是不在。哎，直接被放倒，哎，直接被一串二了，这他队友卡了一下，直接一串二，连打带补，好亏啊！这波本来就四 v 二了，然后这样掉两个，再打幺了，哎，倒了，被顶上的。加枪加打，那他这个也太亏了呀，本来是可以满编杀掉的。本来是满编杀掉，你看 RG 选择走了就剩一个了，他肯定不能打，然后圣马丁还是老样子，很容易撞队的啊，然后撞了一个，然后是 Web 和 STR 撞了，然后别墅没有撞 ，NevX 想来蹭一点圣马丁的这个物资啊，他因为他三个队伍在别墅，也不可能四个人去收。哎，然后十四号队伍这边是打起来了，十四号队伍和这个五号队伍 PB 是撞点了的，哎，诺是死了一个，倒一个，哎，平地干他，差一点，差一点倒了。哎，还是被修脚修倒了，这还是被修脚修倒了，两边各倒一个。五号队有个，五号队有个人很远啊。五号队的有个队友在百米之外了，在和十四号队伍另一个队友对卡。风险抢救，能救，有机会。然后他也想救他这个队友，哎，但是被原点倒了，哦，就是被楼顶这个炸枪架倒了的，红点啊，红点幺六，就在训练赛里面，这枪法都差不多的，都是能见人秒就见人秒。那现在这个十四号队伍是一个逆风，这形成是一个逆风状态。六一，哎，直接没了。然后五号队是不是直接把十四号队吃了的啊？然后十一号他还没动，二十号。选择打的还是矿山啊，固定点了，这应该看 MX 也是打圣马丁，他们是想劝架吗？圣马丁现在目前是三个队伍，这其实操作也没啥好秀的，普通玩家，我娱乐玩家。
外婆是倒了一个，他队友想去救他，但是很难，因为第三方已经插进来了，就很难受了。圣马丁三支队伍，不说训练赛，哎，是跑过去扫进行一波扫射，没扫到了。圣马丁怎么说呢？就是他不只是训练赛里面难打啊。我觉得经典里面，你遇到会玩点的队就死卡，或让老六他就阴着你卡着你，就挺难受的。这不是一个那啥好点，也不是说好点嘛，就我不太喜欢这种很复杂的地形，这种打得很难受。哎，这边是要贴脸啊！哎，他不知道是，他没有听到脚步吗？叫他楼下。爬过来，应该看到了。哎，打了个背身，哎，他不知道上面趴了个人。哎，队友加枪了。这，他这是这个 Level X 大 E 的，所以其实来圣马丁当这个第三方是很不好的一个事情啊，因为圣马丁这地方比较大，你不知道哪个防区会趴着个人，就像刚才这个兄弟，他趴着你走过去，走着走着人就没了。哦，小豆芽来了呀，好呀，欢迎一下。然后队友加枪，应该是打倒一个，外部也倒一个，两边各倒一个。的 STR 在楼顶啊，楼顶吃了枪，不进去打法，直接放倒，不去救，直接就没打逮捕。就怎么说呢？打圣马丁得占这个广告楼或者旁边的红楼都需要的。哎，这边是倒一个。他想冲这个外包，然后直接被外头放倒一个，连杀，哎，残血，先补一个，直接补掉啊。然后右边想左右干掉他，想没办法，他刚才犹豫了，如果他提前冲进去打的话，可能还有机会。那他这个。犹豫一下，直接被别人拉个枪线，左右横打，你这个是没办法的。外国人对他单点，死架啊！然后皮卡多是 LD，没有动。旁边几个队就基本落地打架，打完的都打完了，这个圈基本都转一圈。都会在转移，除了这种很复杂的死卡点还在卡以外，对，然后旁边的都在转移。然后9号队伍是转移到了这个圣马丁的山头啊，也是一个可以第三方的位置，是一个抽靶位，这位置是个打靶的，打圣马丁靶，圣马丁楼顶的就。估计待不了。佛该只剩两个人员了，都在进圈。SK 是从普罗岗进圈，十一号队伍都在进圈，然后只有圣马丁，就是死卡，现在是四个队伍了，是。很多了啊，四个队伍的交战区啊。虽然都不是满编，但这种卡的一会儿如果圈不刷，这也很难受的。你看，这被打靶，这被山顶的抽，被骚扰，是很难受。
那 VX 又死了一个，只剩一个 VM， 那他这个很难受，抬不起头，撞死，想劈。哎，他这个可能他也不想活了啊，他这个直接想和别人对了，他本来就一个人了，他直接和别人杠起来。然后这个 KS 占了这个山啊，这个山是挺好的一个山，但是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占这个山，要会运用，运用起来就是很好的一个点位。我也很喜欢占这个，我对打完转移就会占这个山，基本都占，也是基本很多情况下都中心好点，就看你怎么占。然后这边五号队是选择上这个一波城对面的这个高山啊，这也是个很高的点，也是打靶点，但是很少看到人，因为距离太远不好看人，他只能扫一些过路的车。他是看到十五号了，然后在卸车啊，现在卸车是经常就是习惯的问题，大家都喜欢卸车，那肯定你宣三就不给你车车。你看十五号他拉的这个枪线就很开，他就是拉的挺好的，但是是这个圈还能可以这样，如果在下一个圈比较小了他就不能这样了。如果这样你四个人刚好往一边是很难支援得到的，可能得需要缩拢一下。再解说一会儿再说。然后十二号队伍是占了个电厂旁边的这个山啊，然后他下以高架着下面的六号队。哎，这边四号队伍好像是撞了三号队伍了，是在皮卡多后山的这个位置，队伍都很乱。楼上就一个，不知道他会忙吗？队友拉枪线了，想拉到那个坡，他们是没发现这上面有一个吗？哎，哪撞到一个？哦，我以为这个拉枪线的直接被撞到，也是个僵持的状态。哎，你看。七号队去冲这个十五号队了。你看这个大分站，如果你眼睛没有看好这个位置的话，别人直接顶过来，你是直接跑都跑不了的。你得看清楚，而且队友得帮你架得到，你才能站着。你看他现在一个人在这边，孤立无助。好，队友来站站，就到了。分得太开了，主要这也看着这一个人探点实力的人，你能不能看这些在你冲过来之前测你或者扫下你去走。哎，雷到一个 KS， 放到一个 4B 直接堵了一雷，反破站就是打雷。然后这圈刷了个右切同心圆，刷
发给了电站和电站坡，这是放倒了的，又放倒一个，现在是四 v 二的一个局面，而且货币现在低坡就很难受了，货币直接低坡，是一个逆风，哎，听到枪声了，后面还有加枪的，加枪打倒一个，不知道后面有加枪了，赶紧回一手，先拿，不着急。选择封烟，封烟扔雷。哎，左边已经拉了，哎，又放了一个，没人发现。你看这个打集中了，没有发现。左边已经拉了一个，不能着急。他是位置很容易一颗雷团灭的。哎，哎，又被一零一了。哎，队友补枪枪了，跳起来补枪枪了，还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在下面。这时候 SKAD 是拉了过来的啊，哎，是看到了有靶子，可以收人头，应该是把最后一个收了啊，伏壁的最后一个。哦，伏壁最后一个是被外部收了，在对面山。哎，然后 PB 也赶了过来，你看十五号队这个位置现在是被很多边夹着的，这边很难受啊，这边被远点抽靶，这要炸了，要没了，这很难受，这保不了的，撞到一队十九号还被十九就被十九号撞点了，然后还被刚才的十五号队 KS 炸着了，补了一个。他们这个应该要走就大家一起走，但是一个人冲过去撞了一队也没办法，但是应该还能救。这个位置有掩体，车就是一个掩体，但是有人炸着就很难受。远点抽靶了，远点拿基站，外部想去摸 SK， 哎，是直接把是把琥珀放倒了，哎，然后直接被补了，还剩一个 sorry， 直接开圈子了，开着大绕圈想去 AD 那里。和他队友会合，十九号只有一个车，也要绕进去，还是被打了，切位，是被一个打靶啊！哎，这个圈直接刷了个右切，大部分队伍都在左边啊，这一个右切圈害死一个队伍呀！目前就四号队伍占据了中心，这就圈运啊，外面的队伍护驾的不好进的。为中心圈的占据这个皮卡多山的就四号队伍 LD， 然后山脚下的 SG， 这样的也不用动 ，NS 也挺不错，他这挪一步就进圈了，主要是外面这些队伍很难受，都在圈外。哎，十九号转移，哎，转到一个凹坑，这位置很难受啊，是被山上的。AG 打了，这 AG 呢刚才打的时候应该是被防区的 BP 架打缩回去，哎，去到一个，哎，这边是被发现了啊，被 PP 发现了，直接放到一个 sorry 还在后面观察，这边是一个对枪，哦，哎，十五号队和撞了这个十八，是撞了八号队啊，是直接把他杀了一个，他们也不好走。十五号队伍是被转移的时候被 Web 炸车了啊，
他没人了，他最后的两个队伍都在那边，然后这边是没人了，啊，波都出来了。马上刷圈，刷圈死一堆人。他们队伍是真的远，他们队伍刚才在马路那边，他们在这边。被 NS 抽靶呀，很难射。圈外这些很多队伍都很难进去了，都在想着打架，没有想着进圈，这个圈直接堵死很多人。打了个吧，这边十五号队是。哎，这边 BG 是团灭了，团灭了这个 Web。这个 IS 也是团灭了这个，最后一个炸车，这对 CRC 吧，不是 CRC 多死。哦 ，BP 是团灭了个 BP， 然后这边在驾驶。炸死那个，哟吼，这个观战有 bug， 是炸死了那个 KS 在圈外扛不住呀，这咋扛呀？只能不停打药。然后四号队还是一个高点位啊，还是好圈，十三号队伍和十一号队伍，这挺。姚景天看他们的直播，这没打掉，啊，这个胜利基本是进不去了，没了。这边是独打一个，应该是被架着了。好 ，KS 是死掉了，外面独狼。那现在下面的也要进圈了，上面就架着他们。九号队员这边估计就只剩这几个队伍，不知道十一号队伍插了进去吗？插进去会被打吗？拉过来，他想去哪？停车，两个。这边是直接是哪样？是知道这边扎了个车的，有车身，队友也爆点了。啊，九号队也能摸过来，这个圈直接死了一堆人了，就剩这四个队伍。哎，这个雷有没有？差一点，他刚好开车走，这运气。哎，全是背身，全是背身。平地别倒，有点小笨呀，啊！哎，这个雷啊，哎，这个雷是被直接放倒了，顺爆直接放倒了。队友选择拉人，这个 sky 是丢顺爆雷啊，这波让他们喘了口气，要不然他们是很难受的。咋残呢？这肯定。哎，九号队伍也悄悄的摸过来了。你看，四号队伍本来在圈，他把他的位最中心的，他把中心位置放了。现在九号队插进来了，这还有个摔倒的。哎，下面也顶过来了。SG 顶过来了。LD 知道位置不太行，赶紧回拉。知道不在圈了，要回拉了。
NS 位置被上下夹着的啊，随后都有家慢慢摸。这个 Sky 是摔掉了，这对是倒两个了，然后勒到一个 SG 的。哎，圈是刷给了 NS 啊， Sky 跳摔死了，看能不能偷个上身，偷一个侧身，以高打低。哎，是被发现了啊！哎，直接放倒。LD 也是被放了一个，这个反击就，哎，他这个位置尴尬了啊，蹲不下，是直接被放倒。目前剩四支队友，这个雷啊，这个火。这个圈是挺难受的啊，是下面的和上面的就拼圈，看最后刷给了上面还是下面。下面的我觉得是最难受的，是显现的第一打高。哎，这波拜佛，但是反应快，但是还是来不及，毕竟别人直接瞄已经瞄准你了。好了 ，LD 不在圈，他想推这一对 NS， 然后11号队伍肯定也要和13号队伍打起来，然后这边哎放到一个，还有一个，哎 ，SG 外面那个是被上面架死了的 ，LD 也只剩一个成员了。没有发现他，直接杀了啊！一个一，人多士气大，自信枪。这边挺难。哎，九号队伍这摔下去，人没血。想丢一个圣爆雷，哎，看他能不能偷，别人没有了，你在烟雾里，啊，直接被穿烟了，因为队伍刚刚热，只有烟留在烟里，然后直接穿下去，一 v 一打倒一个，最后一个，哎，直接3-1结束。对，恭喜 NS 啊！17杀吃鸡，这个也是看状态的，有些天天打不一定有状态，身上休息一下才是挺好的。在转的边，对你
感觉强烈，却又不太了解，只凭直觉，你想我在被子里的书下又想风捉摸不住，像手腕缠在拉的，像谁为相爱不释手的红色高跟鞋。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对你的感觉强烈，却又不太了解，只凭直觉，你想我在被子里的舒服，却又像风捉摸不住，像手腕缠在发的，像谁为将爱不释手的红色高跟鞋。是丑的，我爱你又沉作的有心的中毒，疯狂失败没有退路，你能够让我坚持这种追逐，就和他上最终唯一的红色高跟鞋。吃不动啊！我好反胃啊！这两天没啥，看一些新事吧。一会儿看机密，一会儿我跟你说，下播了再说，下播了再说。啊！我又颓废一天，不行，一会儿我要去站起来。啊？赚钱？我说一会儿我要站起来。又颓废一天，我看我。哎我播了都没力气了，叫不不不，我不是，我就是。我好看你好早就起，你七点就起了吧？嗯，没吃东西。吃了，早上吃了。你想吃那种就菜加饭的，还是那种外卖？嗯，啥子意思？就是。家常菜那些，还是那种，国内的肯德基啊那些什么时候到送券？我刚才看了一下有。就菜还盒饭是吗？在你我思想变得太过，当初我有次行为对你犯下太错，你话我唔识谂，同钱买冇意识品，你慢慢心淡，觉得我对感情唔认真，要知道男人系天生小朋友，小朋友弱点要忽略，点一点感受，要改正好简单，我只系欠条教，经历得多反而可以令到。随便点个套餐，你为什么每次手机要开这么亮？看不到呀。啥吗？
心事。就是青春。我就不是，你到时候你发我，我在解说，你过去等，你要过去等我，以后，哎，我解你啊，你在打 CO 吗？啊，一会儿，好好表现。
顺心看到我的身边没有你，在我的右边是你曾经喜欢的玩具，可当我站起身来在房间里寻找你留下的，只有带着你味道的一封信。就在昨天还一起看我们的照片，可现在让我感觉像烂剧里的主演，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边，是不是老天没能看到对你的疯癫。关个门，这是 CNR 训练赛的第三场雪地啊。这卡掉，然后航线是从这个，好像是军港到这个 T 城。前面也跳了好多支队伍的啊，然后是刷落地者刷新的啊，这个圈，这个四号是装了个维拉，六号队伍开落地有枪，捡枪，然后四号队伍是倒一个，然后六号队伍是 AG 啊，然后这个维拉是三支队伍啊，雪地，最后应该是他这个是十七号队伍，他队友抛弃他了啊，应该。可以选择撞这，哎，这个 AG 又放了一个，哎，但是被后面队友加枪，有没有打倒呢？一 v 一，你要换子弹，没子弹，倒了。好了，都没有抱团的呀，这些来钢枪不抱团的，可能和队友有啥约定，我去冲出来。哎，打倒一个，这边打两个，Level X 就一个人，他想死之前补一个，哎，团灭。哎，独狼团灭，一个人独捅围了。细节，
队友在那，队友都跑很远的地方去了。然后这个双桥镇是撞队伍了的啊，19号队伍和 CR 和 Web 8号队伍是撞了的。都圈外比较密集啊，这些队伍你看都是在飞机航线开头就跳了好多人，就很密集，后面就很少。然后后面11号队伍后面一大半全没人，圈内全没人，全在圈外。 RGE 打在打架，这6号16号队伍是应该哦和15号队伍打在了一起，千年了，在这个温泉里直接补掉了，不知道有没有发现。毒狼队友很远啊，队友想去救，看能不能救成功。他直接选择扎上去了，没有管那个地方，那应该是救不了了，他队友可能告诉他救不了，刚才就可以扎，但是他去晚了。极限，哎，救到了啊，不错。然后这边是拉过来了，不知道能不能看到，还是看不见的，隔了个石堆。16号队伍这边打起来了，哦，不是，这好像死了一个，这里。20号队伍转移，平地干拉，前面是13号队伍。发现了吗 ？SG， 应该哎是看到有人，是看到有人干拉，哎直接趴地，地波扫射直接带走。这平地干拉的好，这个坏事就是这样啊。RGE 是把 KS 灭了啊，哎反杀了 KS 把 RGE 灭了。真不错，然后 SG 呢还在夹着 8DB 这一队打， 8DB 的位置很尴尬，一直在防区，只能死守了，他没有别的，他直接吃撞了，二打一直接打掉了，还有一个，哎被打残了， 8DB 死卷卷，要 1v4 了吗？创造电子竞技奇迹了吗？跳枪。没办法，他残血没办法打不过。然后这边 BP 也是和10号队伍一直卡点啊，但 BP 选择要走了，就不和他卡了。哎他这个车没停好啊，直接是漏给了10号队伍的一个身位，然后直接被打残了，这个车也不好拿。哎 ，SG 来打后，7号队伍听到枪声，拉到教堂来加枪了，还放倒了两个，刚拉起来。哎，想准备压了 ，4B 是准备压 SG 的。和刚才 SG 打 8DP 一样的，历史将重演。哎，一个蛇皮跑了，打压，放倒一个，放倒两个了。蛇皮打山上了，准备要莽了，就一个了，体验枪，等一下，蛇皮左右横拉，直接带走，然后4B是把 SG 吃掉了啊，
和 SG 吃巴西皮的时候是一个样。然后这边好像还在死卡，没有动静。哎，然后 SK 这一队是和9号队伍撞在一起了啊，这琥珀是被放倒了。哎，小大只是冲进去了，也被放倒了。那对面只剩一个残血，就一个人在打药。哎，其实 AD 是直接拉侧身打了个侧身啊，直接把1v1，哎，痞老板是被 1v1 没打过啊。那现在对面还有三个人，那 SK 只剩这个 AD 了，他能不能一穿山呢？一个雷，没有炸残呢。哎，跳过来就残了。没办法，一个人左右一拉，没了。他们这波团战没打好，每个都十逆，4v4看十逆，就每个人1v1。你看他们每个人1v1没威过就没了，强一点还是一个。提前枪没找出来。准备想撤，只要往后跑。哎，放倒一个，不是他们放的，是一把枪。都在思考。哎，17号队伍和这个12号队伍是撞在一起了。哎，17号是 NevX 是把15号、12号队伍是直接灭了的，但是他们好像只剩两个人了，三个。雪地啊，我也不喜欢雪地这张图，这张图怎么说呢？我主要我打不习惯。但是比赛你 PMCO 啥的都有，你也得去练。你不能说，这就好比一个问题，你不能说你遇到问题就退缩，对吧？你不能说你遇到问题就要退缩，你得去解决问题，寻找问题，解决问题。圈内是大部分没人的啊，大家都在圈外，都是想苟分。很多觉得人少就不敢进圈，你看圈内是直接没人了。哎，9号队伍一个转移，不知道6号队伍看见了吗？打了一梭，是被打了滴血。队友是个独狼，他也不敢乱动。这都是独狼，没有车的。维达，再劝。NevX 应该是要转回他们的点位了。哎，这个是被放倒了，被扫下来，被 4B 扫下来了。这就直接火力车摇了啊！哎，狠人啊，没摇你。那剩下两队友在防区，拿一个。他们应该会选择莽啊，你看是直接怼了过去啊，点枪，哎，这个车队友在头上加枪，没加好，应该会选择扔雷，扔了个火，把他逼退，后面在树那儿，
哦，复辟这个枪线可以啊，还有个这竖着，哎，直接莽倒，两条枪线啊，挺苦的。哎，二 v 一，二莽一，连枪，套出来，射枪，一针，哎，被放倒一个，哎，没子弹了，可惜，以为他要一穿二了。然后 4B 是把这个4K 是吃掉了的，这 4B 从昨天看到今天好像是确实是个猛男队啊，一直在打架。哎，然后9号队这边是和 NS 是和8号队 Web 撞了，但是 Web 在低坡比较难受， NS 在高坡还可以。哎，有个 Web 有个拉车身的，直接放倒，底枪，这放倒这个外部的这个 Joy 选手，然后直接是补掉了。杰哥叫杰哥吧，不会读。哎，防御的这一波对枪，哎，没对过啊，但对面只剩一丝血。然后这个 W1 是直接干拉过来。也弹，但他也弹，来放倒，这波妖兽可以啊。哎，是在打药，哎，外部的另一个选手也拉过来，倒一个，又拉过来，哎，没倒过，然后这个没倒过，是哦，是一v一被外部的那个 W1 是放倒了，现在。里面是一个，又打，最后一个一 v 一能不能打过？哎，差姐没子弹，团灭，哎，这波精彩的四 v 四啊，外部是团灭 NS， 但是呢，他也只剩一个人了，队友也死完了，都是先补人啊，这比赛拿分呀，一个人投一分，都是分。QBWQ， 哎，然后这个六号这个独狼是一个人偷偷已经摸到这个维拉了啊，维拉是没有人了，一个打一个人控一个城，一人守一城，那是很牛逼的。五号队伍开始往前看，哎，他是被扫了，直接跳车，那车那个挡不住，他一个人吸引了一个队，他这个其实也有用的，他这个就是打两枪让他们知道这个城有人，让他们不敢过来，就当邻居，是一个心理战，是个心理作用。他这个一直被抽啊，一直被就是直接被 HYT 抽了啊，那个人救也救不了啊，队友都自身难保。压制啊，这边也是想拿个枪线去搞他，哎，一直往上跑，跑到这有个厕所，还有一对盒子，
哎，是狙到一个啊，直接回头一狙，回马枪，然后让他们得了个缓口气的机会啊。其实狙在训练赛里面怎么说呢？它有些时候有用，有些时候也没用，但是它最终还是有用的，但是不能带多，一对你有一个人一把就好，就在这种最关键的时候是可以抽把。哎，这个特技怎么样？后面有一个人啊，哎，队友反打了啊，是这样绑他们的。然后他在，然后先救队友，不着急，防区站卡一下，然后圈又刷给维拉了，还是他一个人独一城啊，没有人敢扎，没有人敢扎过去，以为都里面是一个队或者几个队，感觉都人很多，但其实巧了，他们没人，很多人心里就是这样想的，但反而去恰恰圈中心没人，你要大胆于尝试往里面扎，这样你才能有吃鸡获胜的机会。哎，这边五号队是把外部杀了，最后外部的最后一位选手，毒了。哎 ，4B 是选择撤离了啊，不打了。哎，但是被撤离被扫了一下，要被打下一个，差一点啊，可惜了。两队集火呀 ，STR 和 HYP， 这没扫下来，差一点。